下载。他这有夜灯。他电影那边有。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哥在下载，好慢呢、啊。这个影片、啊。对啊。你这平板要做影片吗？你顿了一下，你顿了一下、啊。对，我也听到那个顿。你真的顿了一下。你麦克接过来，我唔想知你在静音。他就是不回我们的啦。阿姐，你朋友不理我们了。我没有办法救你哦。什么东西？他刚才在跟你讲话，你都不理他。哦，是啊，很钝呐、啊。你真的快要死气死了。被手杀了，你要被手杀了。哎，哇！欢迎哇，我们小组老鼠很强，这只老鼠很紧绷哎，他都隐身冲过来，然后就大家都莫名其妙跟上了。我们去吃石头嘛，好害羞哦。你喜欢吃石头？当然炖哦。你们家是100枚吗？没有，20而已吧。哎，不然你吃到咸了。那我不回家了。好，那我也不要回家。我要六级。
别有用心哦。什么别有用心？这跟别有用心有什么关系？叫人家去吃石头、啊。好钝呢、哦！你到底要去哪？我把这波兵退掉了。啊！往里面退。哎、欸，他看得到我哎、欸！我可以回家了。就我刚刚只是为了出演示而已。有一只在上面，那个冒牌来了。快点帮我拆！快帮我拆！冒牌在附近吗？因为我没有摸，而且没有大哦。你比我超帅。嘿嘿我回家吧，还是要吃完石头再回家？都不用回去了，要吃石头，然后吃完石头又再吃一波冰，然后我们没血又没魔就死了。不会，不要吃冰了啦！不行，那是大不得，我要知道。哇，三只没救了！刚刚我们不是在的，刚刚把他整化。It's all skill.哟，这样就开打了。我不死了。起来了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
拉倒。哎，来剪尾刀的。没有，他有做出刀，他就是剪掉我的东西，但不要知晓破碎他。他去偷懒。他为什么不给我？哎，我没有理性哦。哦，对面。二十分的节奏是吗？应该是。要杀了。哎，他要冲又不冲，然后就露出来了。安德斯。那个了一下，那我们去吃龙好了。算了，可以吗？现在都没带。哟。我还要两秒才有大。而且我有大眉膜走了。我们是好讨厌主体。他那种剑客法没有用吗？一定要有人冲，既然他没有集体技。他为什么跑来追我东西？不用。哎，两只上去了。好像要帮忙哎、欸！快有大了，快有大了！哎、欸，那个是假人哦。
好钝哦。没有赢，后背中枪。投票了。我就GG了，我要走了。另一个是小龙，全都来了是吧？
们的突袭继续了，跑错地方了。这是不会闪吗？还是什么？妈，刚刚那闪那也是超厉害的，他完全就往球冲，然后好像算过去一样，刚好吧。哎，什么时候过去？那突袭还干完？他们在抓突袭，哈哈，吃小龙，哈哈，他被抓到，我们去吃小龙。他们会往月上面去啊，我是安你上去哦，帮忙啊！好累格哦，确定现在帮得了吗？不好吧，我们就三个，半只都没看到。走了走了，放生，果断放生。他那没有眼，没有可能哭泣，刚刚隐形，然后去看了。听见吗？嗯，有可能。哇！哦，我打不赢这只。好累的，有有有有有，呜呼，有吗？没有，这次真的丢了都。吃龙吃龙。必须我也知道的，我觉得。累格好烦，
重。我靠，真三座啊！掉了。哈哈。哎，我还没死哦，我还这边晃来晃去。放生，飞尸的重量怎么还那么痛？我到现在都还没买鞋，你怪一直觉得怪怪的。有点没用。也好了，让图形先被杀死。好，后面还是打理心，打理心。我二十二。是，应该走了。我走了飞尸步了。我们吃个小龙如何？我靠！
我眺望远方的山峰，这错我转弯的路口，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，没离开过，我寻找答案的尽头，这不略蜿蜒的河流，当我溺水行舟，自杀式攻击。好大的老鼠。啊，你分开站啊。神牺牲。